唐管同三个天文学会合作举办活动，俾市民观测彗星同埋木星等星体，吸引咗大约200个市民去参观。吴子敏讲下。大批市民嚟到艺术馆嘅平台观星，佢哋用尽方法，究竟睇到啲乜嘢呢？头先睇到啲木星同埋佢啲卫星啦，咁样咧佢哋个样咧有粒咧就好似依黄咗咁大啦，其余嗰四粒咧就如果咧你用依铅笔咧用张笃喺张纸度嘅话咧，咁样嗰四粒咁卫星咧就大概咁大粒到噶啦。唔少天文爱好者自己都带咗望远镜嚟试下喺闹市中观星。好开心噶啦，已经喺咁恶劣嘅环境都可以睇到咁多星，对面就喺度做紧激光 show 咁样，所以咁多嘢睇到嘢都算系咁噶啦。透过望远镜可以见到其中一位主角，中间较光嗰粒就系喺2001年发现嘅彗星尼德，下方嘅光就系彗星嘅尾部。相信呢个就唔系一个周期性嘅彗星。如果一啲唔系周期性嘅彗星咧，佢可能只系经过太阳一次，跟住咧就永远都唔会再翻转头，咁我哋就冇机会再见得到佢。太空馆又话，市民亦都可以选择喺西南方冇遮挡同光害较少嘅地方去观测。亚洲电视记者吴子敏报道。